非常了解我们青藏孩子们的一些历程，所以受人点滴，有权以报。那我们接下来是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它主办的意义是什么？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台湾的慈善天后于洋老师。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，我们在这里办这个亲子秀哈。其实我们最近于洋慈善基金会成立七年来，我们连续两届得到这个社会群众的掌声评鉴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从小学的营养午餐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的奖助学金呢，每年呢我们都发出去很多。那在最近的一两年呢，我们开始觉得其实这样还不够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小朋友，很多的青少年，他需要的不是仅仅吃饱而已，他需要的是陪伴，需要的是有人倾听啊。尤其像现在放暑假。有钱的小朋友呢，大家可能就出国去玩，或者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才艺。但是呢，家里比较辛苦的小孩子，他没有这个资源。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很多小朋友动不动就会被坏朋友拉去吸毒啊，做很多暴力的事情，或者让就是很多的家长非常的不放心。那我呢就提倡整个这个暑假我们的义工团队。就到很多的需要关怀的地方去帮这个青少年跟他们一起做手作啊，教他们怎么栽种这个植物，然后教他们怎么去做一些漂亮的园艺的这个作品啊。那我们呢还到这个老人院去哈，带这个职工到老人院去关怀这些植物人，帮他们擦乳液，帮他们清扫他们的家里。那我相信我们慈善基金会每做的一点小小的爱心呢，现在看起来好像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长久以往，会让这个社会感觉到更温馨。尤其有很多的小朋友，他会感受到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啊、哥哥姐姐，大家都这么有爱心，真正的在帮助他们。那我觉得他们将来长大了也会有机会来回馈这个社会。像我今天呢，就找了小彬彬他们三个人来当志工。那大家也看到了，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在当志工。我觉得，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，每一个家庭都有短暂的一些需要别人关怀的地方。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每一个人都愿意伸出一双手，给他们一些关怀，如果能够有一些物质上的帮助，或者有一些。这个言语上的温暖、关怀、问候，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暖、更加的温馨。希望我们的下一代、我们的下下代的孩子都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成长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心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